好，我是丹娜。现在是早上的还没七点，我们已经在机场了。我们这次要去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每次都是很厉害的地方。拿到行李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去转机了。现在我们就是要去马来西亚，不是马来西亚，让我讲错，马尔蒂夫。好，我想知道马尔蒂夫啊，居民岛上不卖酒，你该怎么活下去？我也不知道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总结来说就是错估了马来西亚机场的大小。我们刚刚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大概跑了20分钟。好的，接下来4个小时左右的飞机让我们抵达马尔蒂夫。嗨， Thank you, thank you. Long trip. 这是他的房间，这是我的房间。我的房间比较美，有一个很大的一张床，还有这里是明天早上起来会被亮醒的地方，所以我等一下会把这些全部都拉起来。然后这里是独立卫浴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厕所。以船来讲非常的大。嘿，晚安，明天见。早安。哎，早上睡不着了。我们7:30要准备潜水，现在是7:00左右。对啊，那等一下再好好介绍这条船，好吧？拜拜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一般来说呢，我们从机场一出来之后，就会由这个多尼船在机场前面的码头接我们，然后我们就会直接从这边上来。然后上来之后呢，这边就是主船的小甲板，那这边从楼梯走上来，这边会有一个休息空间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刚刚都是潜完水之后就在这边躺着晒太阳休息，然后在这边会有2个椅子，早上的时候可以在这边喝咖啡，然后剪剪片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一层客厅的部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看那个船速，马尔蒂夫的船速就是大。那你看这边餐厅，我们吃饭啊、用餐都在这边。然后这边也有整天都有的咖啡、美露啊、茶热的。潜完水上来喝点热的，再来这边。备餐区，好，备餐区，所以我们吃 buffet 啊都在这里。再来这边还有很 chill 的吧台，然后会有软饮啊、可乐啊，还有一些像是啤酒啊、红酒。在马尔蒂夫是这样子，酒精饮料居民岛没有，只能在度假村啊或者是船宿，招船。也可以吃猪肉。这边是餐厅，这边是客厅。这边就客厅了，客厅很舒服啊，我们就可以潜完水啊，躺在这边啊聊天啊。还有一台大电视啊，我们有时候 briefing 的时候，通常也是用电视来做 briefing。还有一台大的这个喇叭，晚上想要开 party 也可以啊。还有 PS，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，看，要喝什么香槟、红酒、白酒，也有，不会无聊。那我们去楼下看一下下层的房间长什么样子。楼下有7间房间，那下层房间有些是双床的，有些是单床。那你如果是有小孩子的3人房，噔噔。这个应该算是可能是家庭吧，或3个，3个女生，对，3个女生其实很适合来这边。这个是在船头的，它空间也是很大。哦，再来厕所大部分都一样，就是干湿分离。哇！哦，这间厕所超大，这间厕所很大。对，这间厕所很大，还有个小窗户。对啊。对。
这个是三人的房间，我们去楼上还有更厉害的，就是蜜月房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还好没有很乱。那房间超大的，沙发，还有梳妆台啊，双人床的房间，那也是有衣柜。所以呢，如果是 couple 的话，住这种房间也是不错。这比很多人家的主卧都还要大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在厕所也是一样啊，厕所干湿分离哦，是标准配备。都是干湿分离，好吧，这个还有楼上，那我们现在去看楼上的房间。好，我们来看楼上的房间，楼上这边总共有四间房间，然后我们来看这间是，这个上层的海景房，这边是比较高，所以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。哇，上层的海景房就可以躺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哇，欣赏一下海景，哇，这个是一辈子最享受的事情。接下来是众所期待的顶楼。对，顶楼是很，其实它顶楼有分两个。对啊，顶楼是很chill，最上层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做日光浴的地方、啊，哇，看星星的地方啊，在这个楼上，它这个有个日光甲板。就很多躺椅啊，晚上在这边看星星，这边也是啊，你可以躺一排，有没有？你现在就是希望躺一排比妹，然后你躺在中间。来看一下船长室，干嘛偷看人家？对啊，哎 ，Captain， 这个是一个船长室，船长现在在开船。船长的视野是很大，超屌的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开船。在这一区有是更去有的啦。这一区就是这样子，我在这边。这里超适合整个。没有，这里比较适合比妹，然后中间躺一个老板，就这里全部都比妹比妹，然后转过来这边有比妹在这个晚上这边里面嬉戏。对，喜欢酒池肉林的不是啊，酒池肉林的老板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整艘船它的空间配置非常大，有时候你走一走还会迷路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马尔蒂夫的船真的是大，然后房间也是大，就整个住起来就是很舒服，下次一定要来。